就是直接从这边就做抓皱下来，然后它最特别的方式是它的裙摆，你看它的裙摆就做不规则的，然后这里它是有一个高低落差，后面也有，它这边超好美哦，它做不规则的设计，所以这一件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单调。对，而且它就是你看你今天你要穿，就是我们就会故意穿歪一点好了，我想要性感这边，你可以自己调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种裙子我觉得它好处是你可以自己想要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，其实很大。你看。39度为91公分，还有空间哦。空间，这件可以穿到深，这件可以穿到深。之外还有黑色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像是，这写奶茶色，这是奶茶色，货号是 B4097 的材质，然后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雪纺。这边高低落差看到吗？有哈，这件超漂亮的，这件很气质。它是有一点点垂坠的，但是不会到很重。度围就也有到104公分，然后全长是86，所以穿着的话，娇小妈咪穿的话，在是在。因为它是不规则，所以最长的也只在脚踝。